岑丽香在将军澳出席情人节活动，大会更安排一名六岁的中法混血小朋友献吻兼送花。不知道今晚香香是不是已经约好了男朋友强强呢？不是啊，跟我朋友说，因为他不在香港。有没有预先送情人节礼物给你啊？没有，我们会后补的，即大家可能下个月定几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见面之后补咯。那是他过来香港定点啊？未決定的，是啊，會看看。你請到假嗎？就是要等一樣東西咯。都OK的，其實因為始終覺得正日都不一定要正日的，可以後補的，最重要是quality time 和另外一半咯。是不是大家一起過的第一個情節？是啊，第一個但第一個就沒得一起過，不是會很掛住咯？是的，都會的，不過 OK 的，因為其實都是那句，日子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可以跟那個人一起，那後補都 OK 的。有沒有準備想好了什麼禮物給他？有啊，不過不說得住，因為未送給他，所以如果我現在說出來就會爆了，他就不會有一個驚喜。有時月陽給你驚喜來的啊？間不中都會的，間不中是送過的，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樣東西。有時譬如我很空色的時候，很掛住家裡，他就會寄一箱的禮物，可能我最喜歡的香港沒有這個味道的薯片，或者一種香港溫哥華特色的 donut 這樣咯。是啊，所以都很適合你。是啊，其實我不需要啲好貴嘅嘢，不過我覺得係啲好 thoughtful、好細心嘅嘢，我覺得係最重要咯。